段宜康讲柯文哲是开考试的韩国语啦，让柯文哲就选起也尴尬。下面还在考试，比较会考试的韩国语，是按照韩国的韩国语教阮也无相款咯。阮囝规日啊，也无拍麻将，也无饮酒、跳舞、唱歌，这拢无啦。啊，什么人是有饮？伊讲一个人讲伊饮酒、唱歌、跳舞、拍麻将，这是伊的人生的快乐。阮囝无这个快乐。阮囝是哦，逐日有空去通坐着。你几落年来，恁会使甲看咧啊？伊他不是工作狂吗？他是想要把市政做好，无四年干要欠五百几亿，谈何容易？哪一个市长出来跟我讲？郭台铭现在都还没有说要选的，那你有没有劝劝他？我哪得个劝劝他？嘿，伊就是那无要选，伊敢无要选？无要选，伊要从啥？伊有想要选啊？我是讲伊经济较好啊。他妈，你刚刚郭台铭对他？对，做了他好，你感觉伊也在。不是，我是唔知影伊按怎，伊经济，伊的赚钱就是经济最好。嗯。啊，咱即马就上欠经济咯。嗯。啊，互伊去发展一下啊，为台湾好啊。安尼啊，人民唔在，生活会快活。